这时候，主就是现在，主啊，你圣灵在我们中间，主在我们的面前流动，主因为你的宝座是在这里，主我们仰望你，主啊，真的求你这时候，主就在我们中间作王。主，我们愿意谦卑的在你的面前。主，因为今天是圣日，是你复活的日子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这时候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你的圣灵能触摸我心。主啊，主打开我那个沉睡的灵。主啊，让我的眼睛可以看见。主，看见你的荣光。主，看到你在我身上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来这时候来帮助孩子。主啊，让我在定睛看你的时候，主你的爱要再次的来提醒我。主，让我可以抬头抬起头来看你，来仰望你施恩的宝座。主，巴不得这时候主的灵就进入到我里面的深处，就知道我里面的不足，知道我里面诸多的亏欠。主耶稣的宝血啊，主你这时候来洁净我。主啊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恩典在我的身上。主啊，让我看见，主啊，你是在爱我。主，我赞美你，我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再次在今天聚会的时候，主，愿你的圣灵来，主打开我的眼睛，主让我重新认识你，而且要更深的认识你。主啊，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呼求。主啊，主啊，你这时候主你要跟每一个人来说话。主，伤心的人你要医治，主，灰心的人你要激励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。主，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主，愿你的宝座在这里得荣耀。主，我们在这里敬拜。主啊，让我们都得恩典。主，我们把今天早晨的敬拜交托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赐福我们的讲台。主，你的话语交下。主，帮助我们的传道。主，他的口都有你自己的话语，你自己的恩膏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